下哦，我帮你做爱心魔法棒。怎么先这样？这是棒子的吧？这是在抓蚊子的吗？爱心抓蚊子。直直的，那再拉一下，再给他拉一下。好了，这个是捞金鱼的，抓到一个金鱼。哇，这么高啊！爱心魔法棒，来看妈妈验一下，要你的爱心魔法棒，给妈妈变身。啊！怎么被抓住了？卡住了，你们两个人再抓来抓去。一要送给妈妈吗？这个气球，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做得很成功？有，超成功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下一个再要做的是，姐姐。哦，还有。姐姐们现在这边的，我们把气球先给他。